今年的年会暨奖学金颁奖典礼，继五年之后由于 COVID-19 的关系就停止举办实体的活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再把这个活动带回侨教中心。JCCA 它不只是为校友们建立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且跟主流做连结，更重要的是借由大家的 sponsorship 提供了我们年轻人奖学金。当然校联会呢，其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各个校友会的学长姐学弟妹作为我们最大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虽然有世代交替，但是还是有很棒的学长姐，她愿意把她的经验传承下来。像我们今年的旗队也是有年轻的旗手，但是也是有我们的学长谢元新还有石冠中，他们也愿意回来再继续带领我们，对，然后把校联会这七队的精神又继续传承下来。我觉得实体的活动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跟观众、跟奖学金得主、跟所有的人能够近距离的接触，更拉近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在这五年当中彼此不见面而生疏了，我觉得反而把大家的感情更凝聚在一起。It's a special night because tonight brings all of us together again. In 团队的帮助以及休斯顿各个校友会各个学长姐学弟妹的帮助下呢，相信会是一个很融洽的大家庭。奖学金委员会呢，虽然经过 COVID， 但是我们的脚步一直都没有停止。在我们奖学金委员会的召集人郑大展的领导之下呢，我们的奖学金从1991年开始到今年总共是34个年头。那我们今年突破了一个对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总共颁发出了100多万的奖学金。Your support and passion are simply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我觉得我在从郑大展召集人的身上，我就觉得看到很多包容，然后看到很多的关怀，就是他真的很照顾学生，然后都是从学生的角度，然后去想他们需要怎么样的奖学金的帮助，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在他身上学到最多的地方。Try to be competitive, try to do as much as you can, but don't overindulge and don't exhaust your energy too early. Okay, love yourself. That's most important. That's not selfish.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然后也在谢家凤学姐的身上
学到怎么样办活动，怎么样有魄力，然后能够把活动顺利的执行。Makes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in our lives, and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And to my fellow recipients, let's continue to work hard, chase our goals, and make the most of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in the world.说明了很多校友会里面可能大家平常不熟知的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座的各位，校友会是大家的。从6点到现在8点啊，整个社会安静无声，非常非常安静啊，非常认真的在聆听台上所有的活动的进行，跟演讲跟音乐演奏。我真的非常敬佩你们，给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所以希望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建立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让大家在休斯顿都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融洽。在过去这5年呢，校联会已经陆陆续续把第二副会长的人选往年轻化方向推展，所以这个目的算是已经把成果陆续展现在各位眼前了。今年很荣幸呢，可以从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交出漂亮成绩单的戴佩青会长那边接下会长的职务。我觉得今年相信可以让这个去年的活动一样办得非常的顺利，然后让今年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接下来的一年呢，就是我也很期待，不只是服务，但是呢，也会是一年的学习。